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大家好。谢谢三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贤给后学机会学讲。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哪边呢？39页的后面。39页后面，好。哦，最底下这一段吗？对。哦，对啊，这个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此见经呢，必我妙性呢、啊。哦，今此妙性呢、啊，现在呢，啊，我前见必啊，我真。我今身心呢，复是何物啊？哎，这个阿难呢，就像释迦牟尼佛。”哦，这个表明他心里面的哦这个想法，哦说这个世尊，若此见经呢、啊，就是呢我们那个见性本体，哦见经，必我妙性啊，必我就是一定，哦一定是我的哦那个啊佛性，哦不变之体呀、啊，哎那个佛性。那么今此哦妙性呐、啊、显现呐、啊、哦在我的眼前，哎就是呢佛性呢已经啊哦显现呢哦在眼前，然后呢见呐、啊、必我真，哦就是见性所呈现的一定是我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然后呢我今身心呐、啊、护是何物？哦，他把那个佛性呢，哦，跟呢眼前我们使用的哦身心啊，把它分开，因为哦身心啊是日常都在用，然后呢见性啊，哎，现在佛才哦把它指点出来，所以就变成了、啊、哎见性是一回事，哦，然后呢身心啊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样了解意思吗？哦、我们要了解说阿难啊、哦、他是视线、哦啊、比较低的程度，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哦啊、身心、啊、去体会、哦、说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哦、都有用我们的身体，然后呢用我们、哦、身体所生发出来的、啊、那个六、哦、那个六个啊六根所产生，哦，六根对六尘所产生的那个六识，那认为六识啊，哎，就是我们哦应该要哦注重的。那我们假如说没有研究啊性理心法，我们对我们呢哦那个六识，哦六根面对六尘产生六识啊，也都是非常的重视。都认为啊，它就是我们哦佛性本体，然后呢修道啊，也都是拿这个六识啊来修啊，所以呢哦，现在阿难哦听到呢佛这样阐释哦十方显见呢，一直到第七分哦那个地方呢显见无碍哦，都让我们了解呀、啊、哦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啊。它可以呀、啊，哦，脱根脱尘，哦，离身呢，离境，哦，很奥妙，对不对？各位有没有了解一点意思呢？我们的哦，那个佛性啊，哦，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哎，我们从一开头啊，哎，就啊，这个点名。说我们要用呢、哦、那个、啊、不生不灭的真心、啊、来修不生不灭的佛道，有没有？有。那佛一直把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哦哎、呈现，就是让我们、哦、彻底的了解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到底、啊、是什么样子、哦、都一直、啊哦、在讲、哦，那我们从哦开头一直到现在，也都是哦要我们了解啊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因为
哦，它没有形象啊，所以佛就借着啊各种比喻啊，哦，把它呢哦讲出来啊，所以开头啊，叫用哦阿难来讲，说我们的哦那个心性啊，它在什么地方所在？那阿难回答呢，哦，第一个、啊、就是在身内呀、啊。那我们所有凡尘的众生，都是认为我们的心啊就在身内。那佛就讲，因为心有灵知的作用，哦，很灵敏，很知觉性。那假如说我们的心啊是在身内的话，一定可以看到啊我们五脏六腑，可以看到啊我们指甲跟头发的生长。结果我们都看不到，啊，所以佛就讲，哦，心有灵知的作用，你既然都看不到，那表示它不在身内。那阿难呢，被佛这么一讲了以后啊，他就转哦，另外有六个地方了，哦，啊，这六个地方也都不是啊我们心的所在。他说一一啊都被哦这个佛给他呢哦破除掉，他所以哦最后呢啊就讲到大乘佛法里面哦这个佛时常呢啊跟那菩萨说，心啊不在内哦，也不在外，也不住中间哦。那佛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的真心啊，它是无所不在。什么地方啊，都是我们的真心，只要我们了了分明啊，那个就是真心所在啊。所以我们开始研究性理心法，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观点、哦、跟大家提示说，我们只要万念放下、哦、一念都不生，然后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啊就已经呈现、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一直啊讲两年多了，也都呢讲这个内容，就是啊哦没有形象的不生不灭啊真心佛性本体。那相信各位啊哦都能够体会到哦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整个轮廓，有没有啊？有哦，都能够了解到说我们哦那个啊佛性的本体啊很灵敏，很奥妙、哦、它的功能作用、啊、非常的多、哦、大用、啊、无限。可是因为我们、哦、落入凡尘，被现象拘束，所以大用无限、啊哦、还呈现不出来。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哦、我们见到什么知道什么，为什么会知道呢？就是因为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哦啊、这个地方呢阿难示现、啊、就是我们众生的毛病所在、哦、非常注重现象，所以呢现前的身心、啊哦、有分别凡尘所有、哦、形象跟事情的功能、哦、都已经呢在用了。那佛在讲出来的、哦、无形无相的佛性本体、啊既然、啊、一定是我的话，那怎么样呢使我能够、哦、切身的体会到，是不是、哦、问得很纲要，有没有？就是要佛把它呢、哦、切实的、哦、指点出来。那各位前贤，我们佛性本体、啊哦、可不可以切实的指点出来？可不可以？所以、哦、我们就是要知道说，因为、啊、它没有形象、哦、我们要呢切实指陈，就像我们、哦、这个凡尘所有、哦、这一些科学家，他就是要有实际的、哦、那个现象、啊、他才 要相信。那我们佛性、啊、就是没有现象，没有、哦、你要找到现象、啊、那个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对、哦、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认识、啊、就比较切切。那我们呢、哦、了解说这一个虽然呢没有办法把它组成，可是、啊、我们就是切实的
可以啊，哦，去感受到，确实啊，可以掌握到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确实可以，而且很亲切，很实在，哦，绝对不是用想象的啦，哦，所以呢，啊，我们要了解说，阿难他问的意思啊，就是要我们能够分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所用的心性跟呢，哦，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心性啊，到底啊有没有一样，那差别在哪里？各位浅浅能够分辨得出来吗？可不可以？好像还，哦，哎，很陌生的样子，哦，那表示说我们不够用心啊，不然已经两年多了，对不对？可能有的还没有听到两年多了，可是假如说开始就研究的话，到现在啊，都将近两年半。我们九月二十六号了，那到九月二十六号就三年了。啊，咱准备多久要出师？哦，准备有多久的时间呢？才要真的透彻了解？哦，这个就看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那在这个北部呢，啊，最近有讲那个啊淮海禅师啊，哦，谈那个啊这个顿悟的哦那个法门。那也我们也做那个哦啊那个 MP3 哦。还有啊，这个CD 是还没烧了，那么要征求我们这边浅显，是要听 MP3 就好了，还是要听 CD？ 因为我们有汽车哈，那个车子里面的音响啊，大部分都 CD 呀，啊，哎啊，所以哈，我们假如说数量多的话，我们就烧出来，哦，因为那个淮海禅师啊，哦，跟那个普愿以及智障，哦，他们三个同时啊拜那个七祖马祖马道一啊，哦，为老师，然后他们的修持方法，哎，就把它，哦，讲出来，他或许看说这个对我们帮助也很大，哦，是那个哦顿悟的法门，就是由凡夫地啊直接到达佛地啊，哦，中间呢，哦，没有用渐修的方法。那我们了解说，哦，现在啊，让我们渐修的话，哦，大概呢都来不及呀，啊。渐修哦，有55个位阶呀，啊，哎，那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55个位阶已经走到的话，要经过好几生哦，好几世啦，啊，哦，他要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哦，就40个位阶，然后再加四加行，哦，再十地，哦，就54啊，哦，到妙觉啊，55。各位先生走到第几阶了？哦，渡人的话大概都是哦，在啊第30到第40之间。哦，那我们哦努力的在。啊，这个讲经说法度化众生，哦，那个已经，啊，就进入到，哦，那个实地，哦，就是菩萨的位阶。那到第八地，哦，不动地，啊，就不会退转，哎，还没有到第八地之前，啊，哎，遇到很大的挫折还会退心，啊，哦，就是，啊，不想修道。所以，哦，我们要了解说，哦，这个修道呢，啊啊，非常的这个重要，哦，能够修才能够脱离苦海，哦，没有修的话呢，都是啊，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那我们哦知道啊，六道轮回都是受苦啊，哦，受苦无限，哦，都是在苦之中。那能够修到，哎，我们现在啊啊站到上天大开普渡，已经都得到有成佛的资格。那要不要成佛就看我们的决心了，啊。我们决定要成佛，哦，就呢努力做，万念放下，哦，一念不生。
那我们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假如说只要认识佛性的轮廓，当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啊，这个时候放不下的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已经轮廓出来，哦，就已经啊可以了解到，哦，成佛啊就是这个，哦，不生不灭啊，佛性本体啊就是这个。那我们要再深入，哦，身心大悲心，哦，那些，哦，那就要还要把这一些了了分明的也要放下，哦，放下深入，哦，到达我们那个，哦，那个佛性本体的，哦，那个，啊，本体之中，哦，要一段时间呐，啊。那假如说已经都认识了佛性本体，认识了，那我们最好呢就能够做呢耳根圆通，使我们佛性啊跟整个宇宙虚空合为一体，哦，那到达那个时候啊，所有的空间啊都是佛性，哦，所有的整个啊宇宙啊都是我们妙有，哦，真空妙有，哎，那个哦是最理想，哦，已经可以啊回到我们本位。啊，所以，哦，那个啊，淮海禅师所讲顿悟法门，啊，就是从凡夫啊，哦，直接到达佛地，哦，很啊，这个修持啊很殊胜的，可是呢就是一定呢要有，哦，啊，决定的心啊来修，然后呢还要跟呢众生啊结善缘，哦，才不会遇到很大的阻碍，哦啊，所以啊，我们这个北部啊，有把那个内容哦讲解。那在这边呢，我们就直接都讲经文了，所以哈，哦，哦，没有预备要讲，可是可以把北部所讲的哈，哦，把它收录啊，哦，记下来。各位愿不愿意听啊？愿意。哦，那我们大概呢，这个MP3 啊，哎，这个礼拜就可以寄到。那 CD 呢我们多一个礼拜，哦，就是让北部的浅浅来烧，哎，我们大概要多少，举下手看看需要 CD 的，哎，然后我们烧个，哦，因为蛮多佛堂都有收了，所以烧下来也有几片，哦，我们呢把它烧成这个200份够不够？够，我们烧200份下来 CD， 好，哦，MP3 呢，我们就寄300份好，因为只有一片嘛，哈，哦，MP3 只有一片，它一片就可以啊，哦，很多的内容，像我们讲《楞严经》哦，已经讲到第13次了，对不对？我们从第一啊到第11。就烧成一片，所以你拿到一片就听哦，11个礼拜所讲的，可以有拿到吗？还没，哎，所以要这个下课要回去啊，两边要看一看哦，有很多资料都记下来，那拢每样要提灯一听，提灯一看，哦，那个旁边啊，哎，都很多资料，哦。拿回去自己听自己看，也拿给亲朋好友看，哦，哎，希望把它推广，让大家呢都能够脱离苦海。那我们又回到呢，哦，这个经文本身来，哦，这个阿难呢说，而今身心啊分别有时啊，就是我们的身心啊在生活之中很有用啊，哎，都可以哦，哎，这个处理事情，那么比见啊无北，可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哦，那个佛性本体啊，它没有分别，就是没有分别的作用了，哎，就是没有办法到达像我们身体的哦那个了了分明，哦，所以阿难就讲说，比见哦无北啊，分辨我身。哦，没有办法来像我们生活上应用的那么自如，哦，那么自由自在。那么落实我心啊，哦，这个令我精进。假如说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真的我的真心的话，
那么就请佛把它呢呈现出来，让我现在能够看到，见性使我而生为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实在的我，实相的我。然后这个身体它不是我，身体是天地的物质，不是我。那么何时如来呢？先熟难言，悟能见我为垂大慈，开花呢为悟所以假如说见性是我，但是我现在这个身体不是我，这样的话跟之前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呢，物能够见我，东西能够看到我，这样呢就世间不得安立所有东西都有佛性所有的东西都有佛性本体，这样合不合理不合理为什么？因为假如说东西都有佛性本体的话我们比如讲我们现在所坐的椅子假如说有佛性本体，那椅子它有没有意见说你不能坐？有没有？会这样吗？不会啦所以佛性呢我们了解是我们人特殊有的物里面没有没有那个自性在所以这边阿难他就讲说我的身心很好用，可是那个见性那个佛性本体我都不能用的，不能用那是我应该可以用的才算我那个不可以用就不算的这个是把我们凡人所担忧的把它提出来像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发问。那么佛要呢这个当机任见为心这个释迦牟尼佛要阿难当机呢就是阿难认识呢我们的见性就是真心。那么多以发明将我们的见性呢超然独立跟身体跟外面的环境都无干，没有关系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跟我们的身体跟外面的环境都没有关系。因为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一口气不来身体怎么样处理都不关紧要。那我们凡人没有启发不生不灭佛性我们一口气不来，我们的身体呢被业力推推到现象去现象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所有的凡人一口气不来，他就没有路可以走，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业力那个时候就把他推，看他是行善呢还是作恶行善有那个王爷马祖七天神仙可以当，那为恶的话呢就要到三恶道去被业力推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业我们造的业很关紧要。那我们直接修道就是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都修得让它超然独立，跟我们的身跟我们的心日用的六识心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一这个归空了一口气不来了我们整个各位浅显，我们整个那个真心到哪里去？很正确就是到理天啦我们知道我们一口气不来了就到理天就到真理之天那整个宇宙虚空都是真理，所以我们就融入整个宇宙虚空就没有说局限在哪一个地方所在，这样了解吗？舒不舒顺？
哎，很殊胜，啊，所以吼、哦、就不用执着了。哎，人要给你带，要给你修，要用吼、哦、埋葬的，用烧的，都无关紧要了。都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让它归还给天地。跟呢没有羞耻的哦，那个差别啊很大。哦，没有修道，没有了解心理心法。哦，那就要被业力推，哦，现象身体啊就很重要。那我们已经呢，哦，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把佛性呢已经修了，哦，让它超然独立，跟身体没有关系，跟外境啊没有关系，哦，是不是很超然独立？是。嘿啊，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就是要做到。做到呢超然独立、哦、不住在身体的形象，不住在呢、哦、所有、啊、这个环境的形象、哎、所有遇到的事情我们都不住、哎啊、整个、啊哦、很、啊、逍遥自在、哦、那个、啊哦、已经呢、啊、这个归还我们本位了、哦、就是都成佛了、哦、成道了，成如来了。哎，所以哦，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研究这个哦，对我们非常哦作用大。他说一定呢哦，在日常生活之中啊，就要实际的做哦，做呢万念放下哦，一念不生，很容易做，对不对？对。啊，这个没有回答是怎么一回事？是不好做吗？所以哦，这边啊，这个佛就哦就讲说呢啊，都已发明，就是哦发现明了哦，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超然独立哦，跟身体啊跟外境啊都无干，就是没有关系呀、啊。那么阿难呢，遂从分别心中啊，变现一种昭昭灵灵光景，湛然盈满哦，目前，哎，这个就是哦，哎，他自己想象出来的。那阿难为什么会这样实现呢？就是我们凡人很多都这样啊，所以他就哦哦，以那个哦出口的哎那个位阶啊，哦。然后呢，视线、啊、跟凡人一样、哦，那我们要感谢阿难、哦哎、他那个慈悲的心，哦、就是要带领众生呢都能够进入、啊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阿难的那一种湛然盈满目前呐、啊，幻作见性，哦，是以身心呐、啊、判而为二。哎、就是跟我们日用之间的身心呢就是两回事了。那么前面呢怀疑啊、哦、见性与万物啊、哦、混杂，那么这个地方啊、哦、第八这个显见不分啊、哦、这个怀疑见性啊、哦、与身心啊个体、哦、就是、啊、分开了、哦、故白佛言说世尊，若此啊现前显现在我眼前，周遍啊万物之见经，必定是我的哦妙精明哦性，哎，就是妙精明，是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今此妙性啊呈现在我的眼前，则应呢是离我身矣，应该啊哦就是离开我的身体。那么既然、哦、是我的妙性，岂有还在身外也、哦、离开身体、啊、就变成在身外。那么满前、啊、是见、哦、就是、啊、圆满呈现在我的眼前，那个见性、啊哦、必定是我的真性，则我现在的身心、啊哦、究竟、啊、复是何物、哦、它是什么东西。而今呢身心、啊、非常好用、哦、就是用得很习惯、啊、我们出生几年、哦、就用了几年、哦、很好用，能够实在、啊、分别万物、啊、跟万事，有实际、啊哦、之用。
而呈现呢在我眼前的、哦、所谓的这个见性、啊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分别的功能来分辨、啊、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尚不能够分辨、哦、何况能够呢分辨万物也、哦、这个是阿难的怀疑、哎、就是把我们众生、啊、会想到的、哦、他先说出来。所以底下呢、啊、就有解说阿难呢把凡人的、哦、那一种情见、啊、彻底的发挥，之所以啊哦，执着这么深呐、啊，不是哦，没有原因呐、啊。像我们哦，年轻的男女啊，哦，这个谈恋爱，爱的呢你死我活，就是呢这种事件，哎，就是这一种情形。那么佛在这方面呢、啊，哦，多所啊这个发挥，哦，这个啊就是眼心，哦，攀缘的心呐、啊，哦。这个呢是视心认识的心、哦、是生灭心、啊、是变化无常的、哦、是攀缘的、哦、就像呢这个青年男女、哦、恋爱之中、哦、那一种甜蜜深深呢爱着了、哦、不肯啊放舍。那么阿难呢慈悲视线凡人、哦、这个这么、哦、细腻啊内心深层执着的原因、啊哦、呈现出来，要我们呢、哦、沉思、哦、是否跟阿难所讲的一样，若认同的话、哦、要怎么样来解决、哦、就请佛、啊、加以发明说出呢详细的、哦、解决方法。所以这个阿难慈悲呢能够把那个问题啊把它点出来，然后佛啊就回答说、哦、阿难，佛告你阿难、哦、佛经里面啊有安这两个字啊表示很慎重、哦、底下的经文啊很重要，如今所言啊见在汝前是意啊非实。这个啊佛向阿难讲说你所说的哦、那个见性、啊、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显现在你的眼前、啊哦、你这样说是意啊非实，意啊就是道理、哦、这个道理啊不是实在、就是你说的不对、哦、跟实际啊不一样，若实汝前、啊、假如说真的显现在你的眼前如实见者，你实在见到，则此见经啊，既有方熟，非无止事。这样的话，哦，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既有地方所在，哦，那就可以啊，我们用手把它指点出来。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哦，已经有地方所在啊。是不是局限在一个小角落？那我们呐、啊，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是尽虚空遍法界，不局限哦，在一个地小的地方所在，了解意思吗？可是哦，各位前贤，也所有小的地方所在啊，全部都有佛性本体，了解吗？不急不离、哦、不住在这个小地方，可是也不离开小地方，这样知道吗、哦、所以我们研究、啊、不容易了解不容易透彻、啊、就是在这里、哦、它呢不是、哦、像我们凡尘两边那么明显，我们凡尘、啊哦、都是两边对不对，不是白天黑夜、啊啊、就是呢这个光明黑暗两边非常明显，可是、哦、真理啊它是一个中道、哦、不属于两边可是不离开两边，了解意思吗？了解、哎、这个、哦、要多听然后呢我们多看多了解、哦、会啊、哦、我们会进入啊那一种很透彻了了分明的阶段，
好，我们会发挥佛性啊，不生不灭本体的般若啊妙智慧。所以般若妙智慧一发生以后，它就可以融化两边呐、啊，是非啊变一体的，就没有是非了。没有是非啊，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我们都解脱了。这样了解吗？可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啊，两边啊很鲜明的对比，不是善就是恶，是不是这样？这个我们跟人相处啊，不是跟你好就是不好，有没有中道的？啊，怎么拢点点？没有啊，应该有哦，有中道的哦，我们只是啊。没有研究、没有显现而已。且今以汝啊、作取陀利、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现在我跟你啊坐在呢、这个取陀利，然后遍观临取举与殿堂、跟你啊遍、就是呢周遍、来观察、这个临取、那个士林求拿跟呢那个沟渠，给予殿堂，以及啊看到呢，这个殿堂就是啊，那个讲堂讲经说法的地方，以及那个四天王所住的宫殿，那个殿堂。那么上至日夜，上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太阳跟月亮。那么前对恒河，这个啊。在这个讲堂的对面、有恒河。那么基于我狮子座前、现在呢你在我这个狮子座的前面、举手指成是种种相，你可以用手呢把它指点出来、所有的这个种种形象、阴则是灵，明则是路、这个阴则、就是树林那个光明啊，就是太阳；爱则啊是壁，妨碍我们看不出去呀、就是墙壁；通则是空，能够呢看得出去呀、就是有空间。如是乃至啊草饲纤毫，大小虽殊啊但可有形啊，无不指着就是很小的一只草一棵树。那个纤毫非常微细的那个、生物，大小虽然不一样但呢可有形，只要啊它落入形象，我们就可以把它指点出来所以啊无不指着。若必有见啊，现在汝前，假如说这一些东西里面啊有你不生不灭的那个见性，有佛性本体显现在你的眼前，汝应以手啊切实指成，你现在用手把它呢指点出来给我看看哪一个啊是你的见性何则是见啊哪一个是你的见性所以底下跟阿难讲说，阿难当知啊，若空是见，假如说这个空间、是我们的见性，那么既然已经成见了，何则是空？那什么东西、是空？若物、是见，假如说东西、是我们的见性，既是见，既然物、已经变成见性，那何则为物？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如可微细、波、这个波披波万象，悉痴精明，你可以很微细的、把它呢这个啊拨开披波呢就是拨开这个万象，然后呢悉痴分析出来那个精明这个精呢就是不变之体，明是随缘之用，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以及佛性的功能作用。静妙见远那个清净奥妙
我们呢见性的本来，你可以把它呢指点出来，让我看看。哦，子承是我，让我能够看到同比之物啊，分明无后，跟那个所有万物啊，呈现那样子的，都能够了了分明，没有迷惑。哦，什么东西呀、啊？是什么东西都能够指点出来。那么前面阿难呢？执着身心、啊、个体，故有见性啊。哦，这个呈现呢、啊，在眼前的怀疑。那么佛哦，不即说身心呢无有二体哦，以解释啊。哦，没有这样哦啊，马上解释，而读说呢。万法一体呀、啊，以破之。哦，这个万法一体，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上个礼拜啊，哦，那个见性无碍啊，我们都哦一直在啊，这个跟各位说，哦，这个山河大地啊，就是我们真心佛性，对不对？因为我们以往啊，可能都没有研究了，还会说啊，山河大地呀、啊。就是外物，怎么会是我佛性呢？所以佛就详细说明，哦，这个怎么样啊？生花哦，山河大地，因为有山河大地啊，才有我们哦这个众生，因为有众生啊，才有业果，所以啊，整个世界众生业果哦，三个啊，就呈现，是由我们呐、啊，哦一念无明生三系。而来、哦、所以就是从、哦、妄想跟呢瞪目花老相结合才呈现、啊、山河大地，有山河大地、啊、才有众生，有众生呢才有业果啊，这个、哦、就一直啊绵延不断，所以、啊、才讲境界为缘啊，长六出，还记得吗？由第一个志向哦，就是分别啊，哦，墙壁是墙壁，空是空，那个自相。第二个呢，就是相续相，哦，一直啊延续下来。哦，我们要了解，哦，这个万物啊，它都是哦这个生灭、生灭、生灭。可是我们一看起来啊，它是连着，哦，那个叫相续，相续的形象，哦，相续相。然后呢，第三个啊，就执取相，执着跟取舍，哦，执取相。然后再接下来第四个啊，就是记名字相，哦，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记名字。然后第五个啊，就叫取业相。我们已经取业，为什么取业？迷惑，哦，因为迷惑，我们才取业。然后既然造了业、啊、就业系苦相，第六个、哦、所以境界为缘、啊、就长六出。那我们了解说一念无明生三系，都没有形象、啊、到境界为缘长六出、啊、形象才有。那为什么形成？就是我们的妄想，然后跟呢、哦、那个瞪目花老两个、啊、相结合啊，所以哦，世界啊是虚幻不实在，是假的哦，不真。啊，所以每一次啊，释迦牟尼佛在讲世界的时候啊，他底下一定接着讲微尘。哦，没有世界啦，所有只有微尘，微尘凝聚啊，就变成大地，大地呢，世界形成。哦，然后啊，大地粉碎啊，就变微尘。所以我们了解世界、啊、不实在、所以、啊、我们知道说六欲天的最高、啊、叫摩西所罗天、哦、摩西所罗天呢就是魔王在住的，就是波许、啊、所以他住的、啊、就是我们欲界的六欲天最高的天、啊、所以我们、哦、很快就落入、啊哦、那个魔王的那个、啊那个怀抱之中。各位有没有着魔过啊？没有啊。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热衷于哪个方向，
那个啊就着魔的现象了。哦，比如说很喜欢喝酒，比如说哦很喜欢做某件事，那个都叫着魔。像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上网，有没有着魔啊？不用睡觉哦，虽然有的也会啦，去睡觉疲倦了嘛，可是哦很容易啊让人着迷。那我们着迷啊，那个都是魔在发挥功能作用啊。所以我们呢，也不要落入啊那个魔王的那个算计之中。所以现在哦，你看那个坐啊，大众运输啊，大家都手提一小步的哈，那个叫什么手机还是电脑，在那么左转右转，然后上转下转，有没有？这个你坐在旁边看哦，都看得眼花缭乱，因为它一转，那个画面就变化了，一转就变化，还因为或许这个老花眼哦，看那个又太小了，看不知道他在转什么。可是啊，从一上车到下车啊，他就没有离开了，着不着魔？我们是不是整个头脑都被他控制了？是我们在控制他，还是他控制我们啊？我们是不是颠倒过来？都被他控制了哈。所以我们要保持清醒。当你要上网的时候啊，你就要拟定说我要找什么资料，找到就赶快退出来，不然又被他迷住了哈。等到你想下网的时候啊，怎么已经天亮了？不是刚进入晚上而已嘛。那个时间是过得很快的，所以我们了解啊，很容易着魔，因为魔就在六一天的最高。各位先生，六一天都还记得吗？又忘了啦。这个四天王天啊，在西密山的半腰；忉利天啊，33天在西密山的山顶。这两个是依地而住啦。那再上去啊，夜摩天就依空而住了。再上去呢，我们老子是还没有长天盘的时候啊，就是多帅天。然后第五个呢，就是啊热变化天。第六个他化自在天。那摩西所罗天啊，就始于他化自在天的管辖。所以也算是那个异界的最高的天。那我们凡尘啊，50年，四天完天一天一夜啦。我们凡尘100年，忉利天一天一夜，然后凡尘200年，夜摩天一天一夜，凡尘400年，多帅天一天一夜，800年啊，热变化天，一天一夜，然后我们凡尘1600年，他化自在天一天一夜，所以我们啊，这个假如说一归空了，他有福报啊，到他化自在天。去呀，那边享福。你去个2天哦，才回来跟你的亲友报告，说我已经去呀，他化自在天。你一回来哦，已经经过1600年，怎么都没有一个认识的，都不见了，他们去哪里啊？都归空了啦。所以各位哦。可以修到那个地方去看看，看个2天再回来嘛，就1600年过去了。所以啊，我们那个得到的时候，不是有万八超然嘛？才可以去几天啊？没有几天哦，万八就够了，那个超然就没了哦，就要落入又是啊。这个因果六道轮回，老师一直提醒我们，有没有？有，就是要赶快
研究性理心法超出啊现象之外，哦，没有拿到了，或者有看那边还有缩小型的墨宝，后面啊老师就有讲，点到的时候啊万八得超了，有没有看到啊？也拿回去给那个亲朋好友，让他们也看一看，哦，所有这个殊胜的信息啊，让们哦，让你们也知道，哦，也能够修，也能够呢，哦，脱离苦海，很重要了，哦，要好心一点啊，对不对？不要这个吝啬，哦，自己好了就好，当阿罗汉，哦，我们要当菩萨。哦，当菩萨呢，哦，大菩萨。所以，哦，佛就讲万法一体，哦，就是凡尘的所有三耳大地，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啊，全部啊都是一体。我们那个老师所哦写的那个谢谢你呀，不是也明白的讲吗？原来我们是一体，有没有？哎，所以哦。那一首歌啊，就是老师把最多的道理用最少的文字啊把它讲出来，所以开始啊深信啊，哦，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啊。啊，我说哦，哪有办法啊，一生一世都没办法哦。我们前一生做什么知道吗？哦，都不知道嘞，哦，哪有办法到累劫累世啊。哦，累劫就是缘会，累世呢就是六道轮回，我们一生一世也不知道。老师是希望我们研究了，研究就会知道。所以啊，就接着哦，要时时心存感激呀。要感激谁啊？感激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哦，带领我们呐，啊，哦，走这么长远的道路，哦，让我们呢。都能够有机缘哦，遇到大开普渡，有机缘呢听到上圣佛法，让我们有机缘回归到本位哦，所以很殊胜的那佛呢哦讲万法一体来破哦这个所有的不正确观念，那么有哦深层的含义哦意义呀，识破就是啊我们的观念不正确呀。把它打破，见性啊，如果哦呈现眼前，应同万物啊，之分明可止。那么寄于万象之中啊，哦，见无是见，哦，没有我们呢，哦，那个不生不灭的哦那个见性在。那么非见啊，是可止，哦，是见非见两个角度啊，全部都讲出来，哦。则是非双绝，哦，了无啊前现，哦，前面的形象全部都没有，哦，了无没有了，而见性万物啊，哦，自成一体，见性啊跟万物啊已经混合，哦，成一体，那么以此力来，哦，观察观照，哦，殊言之万物啊，哦，上。啊，以见呢丧失一体，而至亲的身心呐、啊，以见性啊，哦，起互为二也，就是一样啊，也是一体。那么另一层的意思啊，哦，这个坚持二执啊，就是把我们两个执着哦，这个除掉。我们在凡尘啊，最哦重要就是这两个我执啊跟法执。因为我们哦执着身体就是我执啊，很坚强，要破除我执哦，很不容易呀、啊。哦，那我们要从根源知道我们认为的我哦，就是啊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呐、啊、借我们用的哦，不是我这样我执啊就可以哦清除了。然后法就是要我们成就，哦，这个法，殊胜佛法要我们呢成佛，那我们就从开头，就呢已经啊进入啊
无华可修，那无华可修就无华可执，我执法执两个去掉就成就了、哦、就成道成佛了，这样了解吗？哦，是不是最殊胜的修持方法？是，哎，比我们修那个五十五个位阶啊，哦，来的容易，哦，对不对？哎，五十五个位阶啊，我们修了有成就，一定很高兴，就住在哦成就的那个境里面，啊，就出不来了，哦，然后呢，就会想起心动念，想什么？想赚钱呐、啊。为什么？哎，我这个方法很好用，赶快来教人，一教了就要收钱。那我们很多众生就去学了，对不对？我们又花钱，然后又学到法执啊，因为有法执啊，就有我相在里面，我执也出来的哦。这个花钱啊，哎，花得还真冤枉，冤不冤枉？哦，花钱然后学到固执，我们不花钱还不会哦，是不是这样？哎，我们越花钱越固执，所以花越多的钱去学到越多的法门，我们固执就越深。你想要改变它、哦、甭想。那么身心、哦、是我执之轻衣，万物呢是法执啊之显境、哦、所以我们了解啊，身心就是我执，我们依什么？就是依我们的身心、哦、然后我就出来了，然后我、哦、万物啊、哎、就是法执的显境，显现的景象、哦、那个呢就是法哦，有法呢，就有那个执着。那么阿难呢？哦，执恐哦，任见啊，必疑身心，则我执啊，正智啊，次然。哦，这个恐怕哦，任那个见性啊，哦，会把那个身心呐、啊，哦，遗失掉了。哎，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啊，我执哦，正在很炽烈的哦，那个点燃。哦、很强烈的，而法执呢尚有啊、哦、微影，还没有呈现、啊哦、又更深的一层。若但说、哦、见性啊、哦、身心是一体不分，彼将呢、哦、更执啊、哦、见性啊身心何为我体，而以万物啊、哦、为他体、哦、这样呢这个就越不容易啊、哦、打破这个观念。非为法执啊不能坚破，而恶执啊、哦、亦增上，这个两个我执法执啊越增加向上、哦、越多。故佛、哦、总对万法悉显其啊、哦、无自啊无他、哦、没有自己、哦、没有外物，没有万象。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回答那个油粉吗？那很重要的、哦、我们就是不住身，不他身，不共身，不无因身、啊、就是无身。那我们进入无身法忍就是阿罗汉，然后呢根基阿罗汉以后可以又往上必诸佛，往上呢菩萨，往上呢、哦、到妙觉成佛成道、哎、都离不开呢、哦、那个无生法忍。那无生法忍、哦、内容呢就是或者所讲的不住身，不他身，不共身，不无因身，它、啊、就已经、啊、是无生的、哦、那我们掌握无生它、哎啊、就进入无生法忍。那么无生法忍是把真心呢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不动了，很容易做，对不对？对哈、哦，不住身就是不起心动念，哦，不他身呢
不会因为外面的因缘让我们生出念头，然后不共生，就是很多的那个因凑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又一样念头来了，然后不无因生，就是不胡思乱想，是不是都在自己的心上做功夫？是啊，都很容易做，对不对？可见哦，各位都还不愿意做了，哦，那就麻烦了，哦，麻不麻烦？我们都在想啊，这个脑袋瓜生出来，让它不产生念头，太可惜了吧？哦，要用啊，要不要用？要用啊。哦，要研究真理，要用，对不对？对，要透彻之道，哦，要用，就是要正思维，哦，要用，可是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哦，不起心动念，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啊，都是凡尘事啊，凡尘的事啊，让我们起心动念，我们很少哦，说起心动念啊。就是啊，进入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很少那样，所以啊才会造了很多业，受了很多苦，哦，然后啊烦恼一大堆，是不是这样？是，很现实哈，啊，我们又不想避开，变成好像养育孩子啊美丽的负担。有没有孩子很可爱啊，对不对？可不可爱？这个养孩子的话是不是感到很安慰？有没有？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个起心动念要留着，不要一下子就把它断绝了，对不对？要成佛晚一点啦，孩子还没长大。要知道时间都不等人，很快一转眼我们还有办法再来一次吗？比如说现在50岁，再来一次就100岁了。现在40的话，再来一次也80了。还有没有还那么长的时间？真的是不敢保证像那个时候啊，各位都看到后续是不是一下子就瘦了很多？对不对？那个时候只要一口气不来都不在了哈。哎呀，50天又来了。佛呢显现了那个无自无他，就是没有两边，则二执啊，当然那个我执跟法执啊全部都没有。如灸病者啊，须得其穴，那个灸啊，针灸，灸病呢，就是要得到那个正确的穴道。那么阿难种种谬执啊，维持见性在前呢，是其谬本，那个谬就是错误了，错误的根本。故佛所夺引见在汝前是一回事，不符合真理。那么阿难他又讲话了，我今以此这个众格讲堂演技恒河上观日夜举手手指这个众目所观指接呢这个观指接物无是见者。阿难他就回答那个佛所讲的，说我现在在讲堂里面然后呢看到恒河那上面呢看到太阳月亮，
能够呢用手哦啊挤出来的哦，挤手手指啊，哎，这个手能够指点出来的，做目所观眼睛啊所能够看到的，全部呢都是物了，哎，没有我的哦那个啊见性在里面。世尊如佛所说呢，况我有漏出血。哦，按照佛所讲的，那何况我的程度啊不高，哦，还有这个烦恼，哦，才呢这个初学者声闻而已。乃至菩萨亦不能以万物向前，哦，波持呢精进，哦，乃至啊这个菩萨也不能在万物的形象眼前，哦，把它分析呀，哦，解剖出来我们的。哦，那个境界，哎，就是见性，离一切物啊，别有自性。哦，就是离开物以后，还有它的本性在。那么佛就给予应可啦，佛言如是如是，说对你讲的完全都正确了。哦，这样了解意思吗？这边呢，哦，就是啊，我们要知道说，做学问的时候啊，不能含混啊。哦，物是物，见是见，哦，那底下在讲的哦，我们哦，等一下哦，就会了解到说，哦，不急呀，不离，这个地方呢，哦，就是不急，就是不住，然后到底下就是不离，哦，我们先呢把它点出来，哎，说呢，哦，我们的那个哦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哎，在我们日常。应用之中啊，是不急不离，这样记得吗？记得。哎，不急就是不住相，不离就是没有离开佛性，不急不离，了解吗？了解。哦，所以这个佛经不容易啊，哦，了解就是这样，哦，它不是一个啊很一个角度一个方向。微细呀，啊，哦，披破万象，悉知精明，哦，静妙见缘，而那以此啊，以能啊，哦，播出极见，哦，离物啊，哦，皆不能做到，哎，就是哦，能够呢了解到哦，那个物啊是物，里面啊没有见性，那以此不能做到的地方所在，不在文字前面，没有文字的地方。就是我们修道者啊所要追求的，所以佛答如是如是，哎，所以哦这边哎那个啊不能做到的地方所在啊，不在文字前面，无伫个哦文字内底，所以没有文字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修道者啊哦所要追求。那么佛言哦这个印证啊，从言如是哦，十二难所答。即物啊，无是见可止；离物啊，亦啊，无是见可止。两者皆是，故言呢，哦，如是如是，哦，知道了哈，哦，离物跟即物两个啊，哦，都哦不是正确的。那么量以见性啊，哦，量夸十方。体周万法，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哦，它的量，哎，就是哦尽虚空遍法界，包括十方，哎，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然后体周，它的体啊周遍圆满万法，哎，它的体呢周遍万法，那么其余万法呢非即呀非离。非即就是不住了，非离就是没有离开，哦，一样有。那么唯即呀，非即故能呢，灵光独耀，迥脱根尘，哎，就是脱离啊，我们六根呢，跟六尘，哦，身界，我们的身体跟呢这个十八界啊，哦，无干，哎，跟整个世界啊，哎，都没有关系，生死啊不系。哎，这个生死啊，
它都绑不住了，绑不住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众生不达思义，众生呢不了解到这个义理，则混淆真妄，这个把真跟妄啊，把它混合在一起，沉溺啊轮回，就沉溺哦，在轮回之中。那么唯其非离，故能呢成刹普隆，非离就是呢也在所有的万物之中，所以能够凡尘跟佛刹能够普隆，普遍的融合在一起，万物一体呀、用密法界，用的话呢密满整个法界，色心啊不二，色形象跟我们的心没有形象，它不二是一的。众生不达思义，众生呢不了解这一种义理，则成空自己，就沉醉啊，在那个玩空里面，然后呢阻塞呀、在那个极，所以极呀、就是我们佛性的不变之体。然后终止化尘，在那个化尘呢，它就停止了，不再呢前进了，不再修持了，不再利益众生的，那个叫终止化尘，变化的城市。那么如来自止见之心以来，多从不及之意呀、分真虚妄，把那个真的分析妄的呢，也让我们了解与抉择离尘独立，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它离尘独立这个离尘独立的那个体呀、呈现出来。那么现从不离之意啊发挥，泯妄和真，泯灭啊所有的妄，让它复合啊我们的真性，和不急之角度啊不同，所以我们了解说不急不离是它的真理所在。那么佛复告阿难，如汝所言啊，无有见经离切物啊，别有自性。这个时候啊，佛又跟阿难讲，好像你所讲的没有那个见性本体那个见经离切物啊还有那个自性，则如所指啊，是物之中无是见者就是你在讲的里面，你所用指点出来的里面事物之中啊没有我们的见性。那么今复告汝现在要跟你讲，汝以如来作起头林更观的林苑乃至日夜啊种种相殊现在呢我跟你这个坐在呢起头林，然后我们来观林苑就是那个讲堂的前面啊有那个树林，然后有那个花苑乃至日夜太阳月亮种种相殊啊种种呢不一样的那个形象，那么必无见经啊受汝所指没有那个见性啊本体受你指点，汝又发明此之物中呢何者非见。所以佛呢要阿难说，你现在啊要发现明了这个所有的这个东西啊之物的这个里面，那么它何则啊非见，何则没有你的见性。所以前面啊一直啊就是否定，后面呢都一直肯定，这样了解吗？很难体会头都在你说不对，后面在你说对了你要相信对，要相信不对两个都相信就正确的不急不离，不急就是不住相，不离就是也一样在形象之中，这样知道吗？
哦，所以我们只要说能够，哦，了解说，哦，原来是非是一体，这样的话，哦，就进入中道了。啊，进入中道，哦，就可以到清净啊，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啊，不是自在两边呐，啊，我们说善，我们说恶，啊，都不对了，啊。因为善恶啊，是我们处理的时候才呈现的，啊。那你还没有处理啊，在原始状态，那个啊叫中道。在原始状态，所有善恶都在里面，啊，它呈现以后才有善恶，对不对？那我们还没有呈现善恶的时候，那个状态我们能够抓得住，那个叫中道。叫做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有没有一点了解了？有，哦，所以啊，就是要用心，哦，我们用心了，自然就会进入，啊，所以佛恐当机啊，就是阿难，恐怕呢阿难只知见性啊，离一切相，不知呢见性啊，即一切法，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见性，哦，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离开一切相，而且，哦，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即一切法，就是所有的万法都是我们真心佛性。我们之前都一再讲的，有没有？有，哎，啊，所以，哦，这个地方，啊，就是把它归纳，哦，离一切相，啊，即一切法，哎，就是两边，哦，都不住，哦，离一切相，就是啊，这个不急，哦，急切法呢，就是不离，不急不离，会记得吗？记得。不要就想说，我又住在基隆很远，等一下又让我带回去啊。所以佛就讲，如汝所言，无有见经啊。哦，离一切相别有自性，哦，则如手指啊，是物之中，无是见者，哦，复告云，哦，接着又跟他讲，即是啊，完全无有是见，哦，汝在相呢，万象之中啊，仔细的发明，此次物之中呢，何者啊，非汝见也，哦，哪一个啊，不是你的见性，所以全部都是啦，哦。那么阿难言，阿难就回答，我实片见，我实在的普遍的看见，此起头林，啊，不知是中何者会见，哦，我实在是看见，哦，我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么在这个此，哦，起头林之中，啊，不知道哪一个，哦，没有我的见性，就是所有，哦，形象，啊，都有我的见性，何以故？若是非见，假如说树没有我的见性，那么允何见树？为什么可以看到树？若是啊，即见，假如说是，就是已经是我的见性，那么复允何树？那树又变成什么？哦，所以就告诉我们，啊，不急不离，哦，一再呢这个反复的说明。那么如是乃至啊，若空呢，哦，非见，允何见空？若空即见，啊，复隐何空，跟上面意思，啊，完全都一样了，哦，所以不急不离，哦，不住在形象，但是也不离开形象，那么我又思维，啊，是万象中微细发明无非见者，就是在万象之中，啊，哦，很微细的来发现明了，哦，无非见就是，啊，所有的微细的形象里面，啊，也都有我的不生不灭的见性在里面，佛呢又给应可，佛也如是如是，对了，完全都对了。那么当机直达，我使片见，啊，一切 万象，不知呢万象之中何者非我之见，所以啊这个都，这个很讲得很这个肯定啊，若是非见啊，允何能见一树？若是即见呢，则是啊，即已成见，哦，复允何，哦，
这个何者有名为是也、哦、所以这个呢、啊、意思、啊、都一再的、哦、把它阐明、哦、是里面、啊哦、没有说、哦、住在、啊啊、我们的见性里面，可是呢我们又看到树、啊欸、为什么会知道，那个就是见性之道、哦、所以不急不离、啊欸、发挥的淋漓尽致、啊、这样了解吗？不当嫌轻啦，它、哦、不是很深，只要我们知道了原来天地、啊哦、是一体，这样的话、哦、问题都解决了、哦、全部问题都解决、哦、如是呢遍历、啊、万物、啊哦、这个指点出来，以至于虚空皆是如此，微细的发明、哦、见性、啊、狼见万物，无一物呢而非是见者、哦、所有的东西、啊、都我们都看见都了解，那么佛言如是如是，无一物呢而非见，思言不谬，就是讲这个话没有错误、哦、故从言呢、哦、如是、啊、以正之。那么于是大众呢、哦、非无学者、啊、闻佛此言茫然不知啊，是意呢忠实、哎、这个时候啊大众、哎、就是还有很多、哦、那个啊带来的一些、哦哎、菩萨带来，辟支佛带来，然后呢阿罗汉带来、哦、那一些啊徒弟啊、哎、非无学，就是还有学的、哦、无学啊就是无法可以学，所以无学啊、哦都是阿罗汉，程度很高了，不用再学。我们要不要学啊？哎，我们是有学，对不对？在有的形象里面学习，哦，难道无学啊？就是已经没有法可以学，那没有法可以学啊，哦，我们就是了解程度啊，已经很高，哦。透彻呢了解真理，已经呢、哦、不用再学，已经没有法可以学、啊、所以就没有法执了，没有法执里面、啊、我都没有，所以也没有我执，所以他们成就、哦、最低、啊、都是阿罗汉，然后辟支佛，然后菩萨、哦、然后呢到成佛妙觉。那么一时哦，黄树啊，失其所守，哎，这个啊，很空黄，很惊树，哦，平常呢啊，所这个心里面所守住的哦，已经失掉了啊，所有守住的都不对，哎啊，所以那个内心的失落就可哦可想而知，无学哦，无法可学。程度之高呢、哦、就可以想象所有之法、哦、全部、啊、都知道、哦、非无学、哦、就是有学、哦、不是无学的呢就是还在有的、哦、那个形象之中学习，那么在有的范围、啊、里面学智力呢、哦、就有限、哦、故、啊哦、自茫然、哎、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是意呀、啊，哦，即无是无非，哦，这两意，哦，这个没有是非，哦，这两边的那个义理，两边的真理，哦，就是不知道。那么中则义之归去，实则义之由来，两皆不知啦。哦，这个、啊、义的归去，哦，归往去向，哦。然后实则义的由来怎么来，两个呢都不知道。那么义之时、哦、那个真理的开始在下文呢如来答之中、哦、本是呢、哦、净言真心、啊哦、然后妄为色空即稳健、哦、本根本就是我们、啊、清净、啊、圆满的真心、哦、那个义的开始啊就是我们的根本清净圆满的真心，然后我们不用真不用就用妄，那妄就变为形象色，
跟你空间完空，哦，基于稳健，我们啊有所闻，哦，所看见，这个啊就是妄，所以哦我们了解啊，不是说见的什么都对了，见的反而是错的，哦，然后本来哦清净圆满那个才是真。那么意之所中啊，哦，这个既业妄为即无是非之可止，哦，既然讲妄为就没有是非，哦，可以指点出来。那么又此见啊即眼，哦，眼是菩提啊，哦，妙境明体，即意之所中啊，哦，意之所中就是菩提妙境明体。那意的开始啊就是哦那个清净啊圆满真心，所以啊这个始终呢全部啊都回归到哦佛性本体回来。那么既是一体啊，哦，安有是非之可言，哦，一体啊就没有是非了，有是非就不是一体。那么正有不知，哦，莫衷一是啊，不知道，所以哦，不知道要怎么来处理。故呢惊惶数计啊，失其所守，或是或非啊，无可而把握，就是没有办法，哦，把握住。那么如来知其啊，哦，焚虑啊，哦，变则心生灵敏，安慰厄难呢及痴大众。这个时候如来知道呢，哦，我们那个焚虑啊变则，哦，心生啊灵敏，哦，就是心里面产生众生啊实在很可怜，哦，然后安慰厄难以及啊大众不知道真理的，哦，这一些大众。知善男子无上法王是真实语，无上法王啊就是佛，哦，无上就是最上，法王，哦，法中能够自由自在就是佛，哦，法王子啊就是菩萨，法王就是佛，是真实语，讲出来的话，哦，不会骗人，都是呢真实的语言，哦，如所如说，哦，如其所亲证啊，哦，讲真如的话，哦，如说不狂不妄，不狂骗众生，然后也不妄言，哦，不讲那个虚妄不实在的话。那么非，哦，莫加里呀，啊，四种不实搅乱啊论义，不是那个，哦，印度外道，那个莫加里呀，啊，就是印度外道很有名的，哦，六个里面的一个。那四种不实啊，哦，搅乱的啊论义，鲁地思维啊，哦，无田哀慕，所以哦，这个佛跟阿难以及啊大众讲说，你要呢，哦，这个地思维，就是进入啊，哦，真谛的思维，哦，这样呢就不哦这个缺少啊，哦，你这么啊，哦，努力的这个追求。所以呢，我们这边哦，这个把那个四种不实啊，稍微哦这个了解一下哦，易变、易恒、易生、易灭、易有、易无、易增、易减，哦，这个叫做四种不实哦，一种啊，易变、易恒一种，易生、易灭一种，易有、易无一种。一增一减一种，这样四种，哦，四种不实，啊，因为呢我们这个道亲啊有很多问题要提问，所以我们留下，哦，半个小时，哦，让各位先生啊发问。好，请说。陈老师，这边有前嫌哈，就是开法会的时候，那他开法会第二天在半夜的时候，就有人跟他讲这些话哈。我一人一仙即一魔，也非人非仙即非魔。今无愿成魔，却成人；今无愿成仙，也成人。若成仙不成，必为人。若成人不成，必为魔。若
若魔不容我回人间，若人间有成必成仙，三界循环必由我居，我想居何苦心哀哉。那个是开法会第一天幻夜有人来跟他讲，那么第二天也是有人来跟他讲一段话，讲的是汝今若成魔必造就大祸，汝今若成仙必造就大福，一魔就一仙必留人间苦，何苦哀哉臣犹如思心中。好，这个哦，告诉我们啊，这个主权呢掌握啊在我们这个身上，所以跟我们上个礼拜哦讲的那个油粉啊有一点相类似的内容哦，那个油粉它就是没有啊把那个正确的哈、哦、那个真理认识啊，所以哦回里天也回不去，然后因为有求道。哦，那个地府，哦，那个生死簿啊，名字也勾掉了，哎呀、啊，所以啊，就在凡尘当油粉。那么这个讲出来，哦，哦，一人啊，一仙啊，一魔，哎，这个也都是哈、哦，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啊，自己来掌握。我们要当人呢，还是要当仙，还是要当魔？哎，都由我们自己呀、啊。可以哦，主宰，所以啊，这个道对我们哦，就是啊可以帮助很大。那认识了以后，我们呢哦去修持，就可以成道，可以成佛。那假如说我们走路啊，那个人事摩擦，那你就会啊哦开始啊就变魔，已经哦都是啊用心计较，哎那。啊，要了解说哦，平常心的话，假如说我们既不行善也不为恶，那就为人。那为人啊，哦，就在六道轮回之中。啊，所以这个讲出来呢，它就是可以哦变化，是要哦成佛成仙呢，还是要成魔，还是要成人？所以啊，哦，我们了解都是由我们自己啊主宰。我们自己啊，可以哦，这个立志向，然后达到我们想达到的那个哈、哦、目标，所以虽然他讲的很多呢，意思啊，就只有一个，就是要我们把握哦，能够修的这个时机，哦，能够成就，这样了解意思吗？跟那个哈、哦、油粉有一点类似啦、啊。就是你要回归、哦、到里天的话，你就要帮助所有众生、哦、然后呢不记在心上，只要帮助众生，你善一年累积够了，你里天就可以回去了。那假如说要随顺你的意识、哦、我们的、哦、那个心意识、啊、都蛮强，然后随顺我们的愿意不愿意那个样子的话，很容易啊就造罪。那三恶道有份啊，那落入三恶道啊，我们智慧全部消失。那没有智慧啊，哦，我们要了解说，做出来的事都不理想，哦，都是造业，造了业啊，哦，因果定理啊，一定要受苦。那受苦更是迷失啦，所以哦，我们就一定要。哦，这个在凡尘呐、啊，哦，还能够自己主宰的时候啊，赶快修持。哦，虽然讲的蛮多，可是意识啊，把它容纳以后啊，是很简单的。还有吗？好，请说。陆迪老师，陆前姐姐，讲师好。好。或许想请问一下，月亮菩萨跟月慧菩萨是同一位菩萨？月慧跟谁？月亮菩萨。月亮菩萨、哦。月光。月光菩萨跟月慧菩萨。那月慧菩萨他老的故事，刘讲师知道吗？可以分享一下吗？这个
哦，这个讲到这个约不是我们师母了，哎，然后讲到月光，好像或许还是第一次听到，哎，没有听过，因为名号哈、哦，我们要知道，名号呢都是假的啦，哎，那只是给我们凡尘哦一个称呼，哎，它都是假的。哦，也落入名，落入相，都是变化无常。哎，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它是没有形象，哦，没有变化，哦，这个常住啊，不迁，如如不动。啊、不用哦，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啊、是在我们这个修道修持，改毛病啊，去不去？哎啊，所以有一些呢。我们不要投入心神、啊哦、去研究，因为投入心神研究的话，我们会把改毛病气脾气的力道减弱、哎啊、脾气毛病都在，那我们就不容易、哦、成道成佛、哎啊、所以一定要把那一些、哦、我们这个、真理、啊、我们佛性、啊、所没有的一些、哦、全部都去掉，哎啊，去掉了以后啊，我们才可以恢复光明，恢复光明呢，才可以恢复本位，才可以回归本来。还有吗？不是有那个美国道今天要问吗？那个思想上，好。那个刘小姐这边有浅浅请问说，因为浅浅说他的因缘比较差，修办过程比较辛苦。因为先生不允许说常常跑佛堂，而因为要来佛堂有事或要上课来学习，来佛堂学习都跟先生说了谎，说每个星期六都有上班而来学习经典，那像这样子是否犯了戒律，就是打妄语的戒律，因此修办入息辈子的事总不能这辈子都这样子，那有时善良的谎言而造成自己不安，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呢？好，这个很容易破解，就是、哦、我们就是诚心诚意的，那了解说我们开法会的时候、啊、有利那个、啊、众圣、哦、侵犯，那我们一般呢把众圣侵犯解说、哦、都错误了。哦，因为佛学在老千身边，只要你见老千人，他一定问你说父母亲、啊、求到了没有，兄弟姐妹、啊、求到了没有，所以那个众圣、哦、就是重视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那侵凡就是侵蚀、啊、凡尘的所有现象，所有现象都是凡事、啊、那你一直往佛堂跑，你要把佛堂吃好倒、哦、那个不正确了、欸、我们要了解有办到了、哦、人手不够，我们回来、哦、这个办到、哦、有那个、求道的仪式，那个才叫做办圣事了。那除了这个以外，你真的有那么多人、哦、这个求道吗？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求道吗？哎，大部分来佛堂在做什么？吃饭。所以一定哦，修天道啊，人道要齐全，人道要圆满。哦，家里呀、啊、都安哦安置得很妥当，哦，你才呢哦往这个哦佛堂跑，那个才正确了。我们为什么会？遭受整个社会诟病，就是因为我们家里都不管、啊、所以、哦、衍生很多问题出来，整个社会的观感一听到一观道、哦、他的那个鼻孔的气、啊、我们都到这个程度了，你看哪可贵，
那我们研究啊心理心法，知道说我们那个法不是这样的，是很殊胜的，可是我们表现出来啊一点殊胜也没有，人家哪会看重？不然我们可以领导整个世界，本来二十一个世纪啊就是中国人世纪，中国人世纪啊就是由我们中华文化来领导，那我们都没有一个最该发挥的都没有发挥，那怎么样去领导整个世界？我们自己啊都瞧不起自己，自己瞧得起吗？只要说我们家里都不管，台湾话说里里落落，整个家庭啊里里落落，我们看得会满意吗？一定不会满意的啦。那道也不是那样道是很圆满的，以后啊各位都是要坐在供桌上的，那我们所朝拜的是那一种都不管家庭的那个活菩萨，我们拜得下去吗？你拜得下去他都坐不住了，拔拔下来。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定呢要先把家里安顿好要往佛堂跑才跑，那最重要就是要诚心诚意啦，不用骗，又不是偷又不是抢，为什么要骗？就是很诚心的跟他讲我要到佛堂去因为不知道真理，所以要研究真理，这个很正确的啊，对不对？所以以诚啊来待人，只要诚了然后呢这个金石啊为开，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所以要了解那个诚的那个重要性，不用骗啦，用骗的那个都不是长久之计。还有吗？同样的浅浅，他有问说，因为他的先生喜欢喝酒钓鱼，那要如何做才能让先生不再喝酒跟钓鱼？要如何破解这个难题？还是要随顺因缘？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呈现现象啊，都不是一时一刻啦，有的都是累世带来。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朝好的方向来进行，可是完成事啊，这个不如意事啊十常八九，十件里面啊有八件九件啊都不会按照我们意思啦，你也不要想说我就是老母，然后呢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可能这样吗？所以随顺事缘啊，我们不是有看那个张走悟道记吗？随顺誓言啊，就无挂碍。随顺的誓言，爱钓鱼就去钓，去修心养性。钓鱼不是在修心养性吗？这个愿者上钩，对不对？各位坐得住吗？钓鱼啊？所以我们不要攀缘，随缘啊，不攀缘。他要好，他要坏，是他本身的事啦。我们只善告，告诉他说这样不好，这样就可以了。那他不听，我们就不用再说。你再说呢，这个叫故人怨。还有吗？还有一个问题，玩空与放下有何不同？当考验再出同样的考题时，都告诉自己说下次要空，下次要考过，但考验一来总是站不住脚，无名一来都破功了，请问刘讲师要如何破除障碍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哦，我们的那个习性啊，哦，非常的强，非常顽强。哎，那我们哦，在这个定下决心的时候啊，哦，就不要犹豫啊，哎，就是一定的要去哦实现。啊，所以哦，在自己啊对自己佛性啊没有那个信心之前，那个哦整个哦虚空呢，它不是呢真空，它会变完空了。那完空的状态之下，就是我们哦佛性没有认识，没有把它启发，没有跟空间呢融会，没有到达天人合一呀。啊，所以哦，那个努力的方向，哎，就是基本功夫，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要做。哦，做了以后啊，整个虚空它就不是完空了，它是真空。真空呢，空中不空，哦，就是我佛性在。然后妙有没有形象，哎，啊，真空妙有啊，哎，就是真正的实际啊，哎，我们那个实相的状态。那佛都一直啊，哦，鼓励我们追求实相，啊，真实的形象，哎，就是哦，真空妙有，就是没有形象，可是可以很亲切的哦体会，不急不离，哎，刚才我们所讲的，哎，那个哈，哦，不急不离，啊，所以一定要哦坚持自己的哎那个立志相，不能说哦每一次啊一到了。哎呀，为了某一种哦，这一个观念呈现的时候啊，哦，又破功了，它会哈，哦，恶性循环了，啊。然后再经过个十年哦，哎，还一样嘞，破功，哦，不会进步。可是只要你熬过，哦，熬过一次，哦，能够嘞，哦，不管在怎么样的哎那个啊，哦，痛苦状态之下，你要熬过。一熬过一次啊，然后以后啊就很顺遂，哎，就会啊都完成哦你自己啊想达到的那个愿望，哎，所以一定哦要坚持，真理就是真理，你只要熬过，哎，它没有说哦不能克服的啦，那个哦不能克服是我们自己的内心不愿意克服啦，一克服了哦没有利益。哎，啊，不克服哦，他还有既得利益，啊，对不对？哎，啊，所以要能够熬得过去。还有吗？没有了，哦，可是还十分钟呢。都不问了吗？这个有疑哦，要必问，所以哦，尤其我们研究到楞严经啊，各位就可以了解哦，不是吃豆腐啊，是不是吃豆腐？不是很容易吃哈，哦，哎，这个吃稀饭啊，吃豆腐啊，都很好吃，可是哦，楞严经啊。哎，就是不一样，哦，那个佛，哦，讲明心见性了，就只有这一部经，剩下的哦都不是讲明心见性，所以哦就是要了解到哦它的困难程度，可是当我们了解以后啊，它是很容易啊，所以或许都会讲白话，它很白话。我们不要把它复杂化了，哦，能够呢了解，了解了以后，我们就要掌握住，哦，所以观点那个重点所在啊，我就讲不急不离，不住在形象，可是也不离开形象，就是这样哦，两边啊能够互融，能够哦融合，哎，这个角度在。才是比较困难，还有那个三河大地啊，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啊，这个以往我们都很少去提到，啊，所以认为那个是外法，外面的万法，怎么会是我的真心佛性？
所以就障碍产生。那只要说我们能够体会啊，万物啊，哦，原来是一体，那万物原来一体啊，就不用分别，没有分别心呐、啊，我们就不取舍，没有喜欢讨厌呐、啊，不取舍哈、哦，就不造业，不造业啊，就不受苦，它都有那个延续下来的真理。哎啊，所以我们只要都了解哦，原来凡尘，我们还没有应对之前啊，那一种状态叫做中道。那我们应对啊，就是有好有坏，好的就是善，坏的就好、哦，哎，那就不好了，就是恶。那有两边呐、啊，哎，我们容易住相，哦，那就产生呢，哎，我们的行为啊偏差，跟真理不同。那跟真理不同呢，我们就哦一定在六道受苦。那受苦了，一定迷惑、啊、又产生，那、啊、就这样哦，恶性循环，哎，那就没有办法脱离。这样了解吗？哎，所以我们一定呢要研究，而且我们这边哈、哦，哎，不管 DVD 啊、哦、MP3 CD 啊，都很充裕了、啊。啊，一定呢要看要听，你听久了哈、哦，很困难也变得很容易啦，对不对？一直听一直听，反复听啦、啊，哦，北部的前贤也是这样哦，整天呐、啊，哦，连那个阳台都没出去哦，整天就反复一直听哦，哦，听了哦十几个小时啊，这样连续的好几年都这样。他、啊、所以现在都出国去办道，我说你研究透彻了、哦、出去、啊、带人、啊、就正确，可以、啊哦、使他呢、哦、从内心产生自己、啊、相信、啊、自己可以成佛，而不是希望了、哎、我们是从内心产生说我可以成佛，时间早晚一定成，这样才可以哦。哎，不是说哦，希望成佛，那个希望很渺茫嘛，对不对？哎，所以要从自己心里面产生，那心里面的产生啊，一定要相信自己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那或许都一直告诉各位，只要你哦，这个精神收回来，万念放下，然后哦，一念不生，那个放不下的哦。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他在成佛的啦，是不是很容易？不很困难嘛，对不对？这个比我们挑一百斤容易了，对不对？哎，是很容易可以做到的，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啦。哎，真的哦，因为起心动念太容易了，所以哦，做起来啊，就要一点专心。很专哈、哦，专注的做，哦，一起心动念，马上知觉，他、啊、马上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啊、马上去研究为什么会那样想，是我哦内心里面想得到什么，我们把那个原因呢、啊、找出来，找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啊、去改变它，哦，去消除它。那改变消除了，从内心根源做起，就可以啊清净。一清净啊，哎，就回到佛性本体了。那时时刻刻都回来，哎，那个叫回头是岸，已经到清净的彼岸，很容易啊，对不对？只剩下哦，肯不肯做。哎，还有问题吗？还有五分钟，要问才会哦。哎，我们这边状况呢算很好，因为在北部啊，大部分啊，哦，这个研究啊，都是要两三年以后哦，他才会稍微有一点哦认识啦。那我们这边都不用了，哎，或者听这个浅显一说，九个月了哈、哦、就可以了，哎。
那我们大概多久可以啊？各位都对自己哦信心都不够，哎，到现在都还不敢肯定呢，是不是这样？嗯，是安呢。哦，很重要。假如说对自己呀、啊，因为我们哈、哦、那个儒家所说啊，仁义礼智信，哦，信啊集中。然后统事端兼万善，所以那个信哦，不是相信外面的，人家讲的话，哦，外面的事情啊，那个相信都很小，要相信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佛性，你相信了，它可以统事端，仁义礼智啊，都从信出来，哦，统事端，然后可以兼万善，所有万善、啊、都要有信。相信你自己的佛性，你做出来才有力道，哦，都是要相信的、啊。可是我们对自己佛性呢，都相信不够。相信自己呀、啊，哦，不生不灭佛性就是佛。我们敢做坏吗？敢想坏吗？连想都不敢想，对不对？哎，一想我是佛呢，没在想这个，对不对？你看，对自己要求就很高了。啊、我们只要能够按照我们自己、那个相信的程度去做、你相信、可以成佛就是可以成，那所有一些、啊、脾气毛病都是小事啦，一改就改过了。可是假如说你既得利益、啊、不肯放舍、哦、就很难改，对不对、要改掉的话要跟自己做对，是不是这样？本来都生活得好好的，一改以后啊，哦，都乱七八糟哦。可是要了解到了，痛一时，哦，不要痛一生一世啊，哎，这个不痛的话，成不了的。所以哦，要努力，嗯，相信自己呀、啊，不生不灭佛性。还有两分钟，再一个问题，有没有？上个礼拜不是有美国大厅要问吗？不见了、哦、他那个传真过来说不用问的，我都知道答案的，是不是这样？有时候一讲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都来不及下课。这个都不问的话哦，反而一分一秒都很难过。下课。